连跟风被奶摇。梁总，林总。杨龙王不会收啊，就是要帮我回来送小。小芳今日收超贵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做。我爱你贵来到回事嘞，你敢有对婚姻不忠？有。你根本无想要忏悔的意思。我一个查某人，付出宝贵的青春，你不但无珍惜我付出的心血，反背我的感情，我唔知分寸。你一个渣男，我恨你，我搁要回归给你。来，我知影，我等一天等一久啊。今仔日总算有回报。我甲少妇的妈妈，拢只要照顾这对新人，会当幸福快乐。小芳，叶家华，你话给做主啊？对啦，全全的手表顶面有 SOS 的求救功能，一定是有人要来救我。咱的囡仔袂当无老爸，卖逼我用张家玲的代志威胁伊。叶少峰特别甲叶志成认真，想要透过阮集团的力量帮助伊接班。原来真正是你。你拢卖逼少峰啊！我要好好啊完成这场婚礼，我袂让你有机会，搁再放手啊！啊，是王导，是谁甲你关伫遮？是恁妈甲蔡慕林。感谢大家配合，来参加我甲少峰的婚礼。我来叫你这陛下棒啊！哎，谁哦？连跟风被奶摇。梁总，林总。杨龙王不会收啊，就是要帮我回来送小。小芳今日收超贵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做。我爱你贵来到回事嘞，你敢有对婚姻不忠？有。你根本无想要忏悔的意思。我一个查某人，付出宝贵的青春，你不但无珍惜我付出的心血，反背我的感情，我唔知分寸。你一个渣男，我恨你，我搁要回归给家己。该算的拢算完啊，轮到你啊。婚秋是做什么代志？不准你欺负我嘛！你讲，我阿妈替你做主。我若是把你妈所做的代志拢讲出来，你恐惊怨恨你妈，甲家己抵死。阿妈。妈，我瞒一件足大的秘密，我相信连爸拢唔知影。佳玲，这个代志就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